发一本佛陀的教法，我们短短的讲一讲好不好？然后就赶快回向。第一个问题，有一人问咒环不能带了该怎么处理。那我想就像佛像坏掉了，我们对这尊佛依然有尊敬的心态啊。那我想你可以放在你的柜子里面，或是佛堂的柜子，因为我们带了很久，它更有力量吧啊。如果受伤的凶猛恶兽，它杀生无数，譬如金鱼、鳄鱼，有剧毒的水母、老虎，那如果救了，是不是等于帮凶？他们往生以后果报是否沦为畜生道，还是永远无法入三善道？我想佛教里面叫我们慈悲是没有分别的，一只动物受苦我们本来就要救，至于你救这只动物而它去伤害其他动物，这有它的因缘，我们不能去改变。那释迦牟尼佛，各位都看过故事，佛陀用生命去救母老虎，然后母老虎才不会咬死老虎。那我想母老虎活着，小老虎长大，他们也不可能吃素。那对佛陀来讲，当下的悲心是最重要的，所以这个是佛法很殊胜的地方啊，很殊胜的地方。当然世间法你会去考虑，那你救了他，他将来要杀人呢，那你等于害人，那你要有信心了。所以对好人对坏人，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想法来做啊，来想。可能你救了这只老虎或这只有毒的动物，回向给他，他依然可能会去杀生吃肉。但是你跟他之间，乃至因为你为他念个阿弥陀佛，将来什么时候不知道，但是他就种下一个有机会脱离三恶道跟佛法结缘的因吧啊。就像我早上讲那个故事，贤提比丘过去是个坏人，专门鞭子打人家，那佛陀跟他结缘呢啊，佛陀跟他结缘呢，所以佛陀成佛以后，贤提也有出家的因啊。虽然他的意还在，全身腐烂生病，因为他过去抽打别人嘛，但是最后佛陀还是会来度他。那贤提后来全身也好了啊，而且证得阿罗汉。所以以佛菩萨来看啊，他看的是最远的那一部分，我们来看的是啊，哇，救这只动物，他去杀了小老鼠。就像老师说，我们救海鲜，这些章鱼啊，这些鱼它长大了，这些龙虾螃蟹它也不可能不去杀生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但是话又讲回来，因为它是经过大家的慈悲心来放生呢，三宝的佛号加持的。有一个讲法是，这只螃蟹所夹掉的小动物依然得到加持，为什么？因为死亡可能是它的业报，但是它被一个加持过的生命所夹掉的，他也得到了一个解脱的因。所以我们一直用慈悲心去想。好，各位拿到了吗？我们看几页啊，希望对各位有一点帮助，因为每天都要想办法让自己思维佛法，修行佛法。请大家翻到194页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我已经在很多地方都讲过了，各位也更应该能够了解最好了。我们在家人皈依佛、皈依法、不皈依身，特别我们愿意学菩萨、发菩提心，所以叫在家菩萨。那在家人愿意发菩提心、做菩萨、皈依三宝，应该如何呢？那这上面写得很清楚，来。我们一起念一下，来，第四行，长者在家菩萨成就四法，皈依于佛何等事？一、不舍菩提心；二、不废劝发菩提之心；
三不舍大悲，四于余生中终不生心。好，那我们在家菩萨真心的要发菩提心，皈依三宝。第一个，那怎么样才是真正我们了解自己真实皈依了佛？所以每天我们都会念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菩提心。也就是说，佛告诉我们，不分在家出家，皈依佛一定要不离开菩提心，而要真发菩提心。当然要发菩提心，一定要有一个智慧去了解体解啊，各位要去看到佛的心，世间的真相啊。就像今天你做公司的职员啊，这个老板他的目的在哪里啊？他的目标呢？那如果你抓得很紧，你可能成为老板的爱将吧啊。哎，你很懂我的心哦。所以一个修学佛法的人，各位一定要做一个体贴别人的心态，不要太自我。就像各位你结婚了，你太太怎么想，你先生怎么想，你婆婆怎么想，你儿女怎么想，你要懂哦，你要懂。那这代表你这个人已经有利他的心，比较少一点我执。修我执的人，他就想我每天嘛我，他从来不会想别人在想什么，那他就不体贴啊，做行李的做不行。那你要发菩提心，那你更要去想所有众生的苦，他需要什么。所以各位，那至少我们要先念佛，那佛在想什么啊？乃至佛在想什么？佛在想众生苦啊啊！那如何帮助众生呢？所以我们要学佛发四弘誓愿。所以那我们在家人皈佛，从外表的庄严，我想皈佛，哎呀，佛相好庄严，我也要圆满佛陀的相好庄严。当然佛陀的相好庄严不是一种漂亮，它是因为圆满菩提心所得的相，以这样子的相乃至声音是为了度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真正的皈依要皈依到佛的心，那佛的心是什么？念一下菩提心。所以刚刚非常随喜各位造佛塔，造佛塔，那佛塔就代表佛陀菩提心的展现。所以最重要的地方一定要摆佛塔，所以各位无论如何你也要在家里请一个佛塔。像我这一次去泰国，我请了很多小的水晶的玻璃的，因为我搬来搬去，所以我每个地方桌子都会摆一个佛塔啊。那摆一个佛塔不是看习惯了就算了，看了它去思维这个佛塔代表什么意思，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佛的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佛的三皈依、断恶十善哦，然后出离心、大悲心，中间那个圆的代表大悲心，以大悲心空性而成就成佛次第，那你要点来可以寻嘛啊。所以佛塔的表法要去了解啊。所以我们在家人皈依佛，第一个啊，不离开佛的心，再背一次不舍菩提心。各位千万不要不舍爱情呢，不舍金钱呢，挂在心挂呢啊。有些人当他生气的时候，他不舍生气，修得的气卡被气。那我们学佛不一样了，下面代志都会在哄他啊，菩提心没在哄他啊。所以世间的代志来哄他啊，你的菩提心叫好多造出来，因为菩提心是咱的本体佛性。所以那你要了解，那你做什么事情，既然皈依佛了啊，不能够离开菩提心啊。菩提心与大悲心做根本啊，所以要想办法转变自己的心态。第二，不费劝发菩提之心。所以各位呢，你安怎你来更难发菩提心，因为你越劝人家发菩提心啊，你自己才会越发心，知道吧？如果你不想，为什么大乘佛教离开众生你没法度发心？你有众生在的，你才会想要发心。这个人如果你骂，你才有法度修忍辱消除恶业啊。这个人如果你骂一阵，你才有法度快保持慈悲，确实不简单。但这个不简单，就像你在打坐，脚就疼，那阵你才有法度消除对身躯的执着，啊，拢未疼就免坐啊。所以要在苦行里面去超越自我，从苦行里面去感受到众生的苦。所以除了自己内心要求自己不离开佛的心，而且也要劝别人发心啊，不废。所以各位不能放弃，不能放逸啊，不废劝发菩提之心。所以我想很多人问我出家好不好，
我说在家出家都可以修行，但重点是你有没有真发起一个利他的菩提心跟展现出来的行为。那你为了要发菩提心，所以你一定要消除我执，而且你要有大悲心啊，帮助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造这么多佛塔，这也是我们发菩提心的助缘，因为佛塔代表菩提心，去看到佛塔的人，去绕佛塔的人，去供养佛塔的人，就在种下菩提心的因嘛。这也是劝人家发菩提心。所以以后各位你家里有看板，你也可以写的发菩提心，一心念佛，还是意思对不对？让别人看到了南无阿弥陀佛，旁边写个发菩提心，求生净土。再背一次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所以创造各种因缘，让别人看到你想到你，都努力的愿意发菩提心，而广修功德，尽此一报身。这个报是以发菩提心为因，去广修善根功德，以这样子的果报回向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所以我想各位要精进，那这个叫皈依佛。第三个，那既然你要发菩提心，不费劝发菩提心，那你从今天开始背下不舍大悲啊！这个爱我讲哈，我这里好处了。代志更加严重，我拢稍微笑一下，开个玩笑过去了啊！因为我这个人呢，不能翻脸，你翻脸就不是人啊！你呢？会跟他炸弹啊，那爆炸啊！你呢？老实讲，我若无翻脸，大家敢讲话就皮皮抓，更加翻脸啊！因为我身上有这个业吧啊，但是我永远都再严重的事情，我都放在心里。但是我外表上我都很冷静，然后语言上我就会开个小玩笑，把这个僵的气氛呢、放下一下，对我马后对后马后啊，我不喜欢把事情三分变成十分严重，所以各位卖兵卖乱乱好不好？哎，什么代志都安尼好好好安尼啦啊，就给转起来，给转起来，然后呢，你嘛别去卡掉那个。